Поезд надо останавливать, ребенок. 孩子没上来，我们现在要离开这个给了我们温暖、给了我们食物、给了我们这个帮助的地方——乔哥的家。现在去赶火车，下一站布达佩斯。希望你们走向新的生活。对，一定的，一定的。一切顺利。我们这又要开启这个新的旅途了啊！ 我们去寻找属于我们的那个地方，一个安静的、安全的地方。大家来火车站的话，一定要保护好个人的财物啊，一定要注意啊！这边扒手确实还是很多的，很多欧洲回流的啊。整个站台啊，百分之估计有80%是来自乌克兰的，真的。 几乎一色的啊，全是妇女带着儿童出来，有男孩子都是未成年的，16岁以下的。我们是831号车厢，831号啊，还得往前，全部都是女孩子，真的全部都是女孩子，哎呀，我天哪！ 到了啊，这是我们的，我大部队还在后边啊。 谢谢哥哥姐姐了啊！谢谢了啊！我真的不下去了，我还是下去吧。别，咱上这儿吧，别动。没事，行，人都关门了，他随时关门，他随时。一路平安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一路平安。好，赶紧进去。拥抱一下，拥抱一下。赶紧进去。谢谢乔哥，一切顺利啊！啊，谢谢，顺利。赶快上去，赶快上去。走了，姐，哎呦呦呦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保重啊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谢谢啊，金军哥，谢谢啊。 乔治，好了，一定一定，挥手之意啊，一切平安。嗨嗨，我很难为笑。再见啊，再见，拜拜。谢谢啊，感谢，保重。我整个坐在这个门口这儿，你知道吗？ 看我们这一家子，里边的，马克，5个座，5个座啊，免费的。这个就是我的位子啊，这个就是厕所，所以我果断戴上了口罩啊，看看这个火车啊。 需要摁一下啊，才能开。现在是罗马尼亚时间的晚上11:15啊，然后我们到罗马尼亚边境的一个城市，大概是明天的中午11:30左右啊，就等于开12小时才能到罗马尼亚边境，因为开得很慢啊，这个列车。然后我不用下车啊，这个列车车员来给我们换票，继续开往那个布达佩斯。小马哥已经睡了。 别啦！哎，真是，孩子受这罪，哎呀！Help Ukraine！ 现在早上起来5点啊，屁股都坐疼了。 迷迷糊糊睡了几起儿，好久不做这么长时间火车了。哎，你说卧铺还好点是吧？躺着睡睡呗。这倒好，坐那儿呢特难受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人家给的免费了，你就不要挑了，是不是？很多的次钢人就是吉普赛人，他们跟原来我介绍的一样，就偷盗制毒的习惯，是不是？我跟那个大哥聊了聊，说当地呢这吉普赛人呢也有好的，但是大部分还是就是老本行。 他们骨子里的东西，我们还要开将近7个小时才能到达罗马尼亚的边境那个城市。这回向北的迁徙都不知道会是什么一个结果，但是我相信我们甭管。
说啊，除了东西贵点儿，税收贵点儿，但是福利也好啊，是吧？羊毛出在羊身上嘛。继续出发。哎，别了，醒了，让妈妈睡一会儿是吧？马克，我们现在这一站叫做阿拉德，这站是罗马尼亚的边境站啊。出了这站，我们就直接去那个布达佩斯了，匈牙利了啊。我们原本计划是开11个小时的啊，结果我们开了14个小时，但是距离我不知道多长啊，反正特别慢，真的跟蹦蹦一样，就这样，全部都是去布达佩斯的啊。从这站上来不少的乌克兰人。我的天啊！这些人一定要小心啊，当地次岗人啊，一定要小心。孩子没上来。孩子没上来。他以为孩子没上车，我天哪，吓他一跳。结果他在我们这边呢，我的天哪！看见没有？啊，这个战争已经让人疯掉了，真的。这就是真实的一面啊！天哪！现在这个车停了啊，可能刚才有人摁那个紧急停车了。现在会有一场硬仗啊，因为座位的问题嘛，他们叫了警察啊，现在看看怎么处理警察。马克 ，Vera，